看都入迷了，感觉我好像走错地方了啊！在我身边这位呢，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青年京剧演员冯韵。那您刚刚唱的是哪一段呀？这段是《天女散花》选段。哇，不管是造型还是头衫，刚刚你唱的都太完美了。谢谢。那今天来到现场呢，还有一位我们戏曲界的前辈，就是我们的梁伟平老师，有请梁老师。你好，梁老师。你好，梁老师好。哎，回应好。哎呀，我刚刚看到梁老师在底下看都入迷了，而且都跟着哼起来，是吧？很美。今天把您请到了我们的迷幻养生的现场，其实特别想聊聊是关于皮肤的问题。因为我们都是这个戏剧演员，戏剧演员有个特点，要先扮戏再演出。男生还好一点。女生像他们旦角两小时最起码，对，我刚刚在化妆间看到冯韵至少化了两小时，是的，对，我们化妆要两个小时，然后再加上演出可能四五个小时，对，要带妆很久。过去那个古装戏十几个小时，这个演出时间太长，对，我们不要紧，这个皮肤他不愿意，对，哎呀痒啊，这个脸上，然后你就找那个什么尖尖的东西，牙签或者什么，也不能去挠它，对不对？对，有些敏感，演完就会。出疹子是不是？然后第二天继续再去，有时候都破掉。疹子还很痒。对，破掉了再划。对，所以就是我们的皮肤问题其实还蛮大的。对，你像我，我年轻时候不要紧的，到50岁以后啊，这个脸就像那个皮肤卸妆之后，皮肤还是挺好的。不行，过去都是对百雀羚啊，对，现在不行了，那个东西不起作用了，就干了不得了。是，就你这个痒，我们应该怎么治呢？那我们就要请出今天的名医宋宇主任，有请宋主任。宋主任你好。主持人好。来，谢谢两位老师。大家好。宋宇，上海市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皮肤科主任，顾氏外科第五代传人，上海市中医药领军人才。本节目是由光明如实冠名播出，纯净如实，珍贵如初。好，宋主任，我们有的时候痒起来真的是受不了，有的时候我们会涂些药膏，但是药膏也不起作用，就会严重影响到我们的工作和我们的生活。刚刚两位特别提到了他们的经历，对，那么这些呢，如果从我们专业的角度来说，它就可能属于化妆品皮炎，或者说叫以前叫油彩性皮炎疾病。我们看一下大屏幕，小朋友看到的就是特应性皮炎。这就像我们家宝宝就是小时候起的那种痱子，是吗？这是我们常说的奶癣。长在脸上的是吧？对，所以除了脸上，可以发到身上，甚至发到四弯。中医还有个名词叫四弯风，指的就是儿童期的特应性皮炎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我们常见的油彩或者化妆品引起的接触过敏的一种表现，主要表现为红、痒，出现手收、出现渗出的表现，这是一种急性的炎症反应。这个照片上面看到的接触性皮炎，看着形状很规则，贴的膏药是不是贴膏药了？是吧？贴膏药引起的啊，对，我们贴的伤膏药一贴啊，这一块本来是为了治伤的，贴块膏药，哎，过了四五天，哎，这一块皮肤特别痒，一揭开边界特别清楚，对，这就典型的接触性皮炎。我因为有个浑身痱子，因为那个时候在乡下那个黄梅天演出又不透气，那个时候也没空调，然后呢一直演出一天三场，然后里边内衣啊全部湿掉，来不及换，想了一个办法，买了个雨披，干脆雨披穿在身上，里边的足浴啊水衣都不要了，然后橡皮筋把这个扎起来，这下面扎起来，要武汉一场戏下来之后衣服保住了，可是这个里边一放一碗都是哇一碗水，好，一天下来整个都是白的，浸在水里，天哪，全部是白的。两天脱下以后，除开这个护领往下全部都是痱子，疼死了，痒死了。哇，这太遭罪了。它主要的问题是什么？长期浸渍以后引起的出汗不良，继发的局部的感染。就像我游泳，在游泳池浸的多的时候，手指不是会发白吗？梁老师更厉害了，全身浸渍啊。从中医来说，暑湿湿热浸渍皮肤就导致这个疾病。那像在您的门诊上，平时经常看到的患者是哪一类呢？临床上还可以见到一类，就是染发引起的皮炎。染发还会引起皮炎？我有一个朋友，他太太大概70左右吧，染发了，染发以后第二天这个脸一半是肿了，脸肿了，最后他去看说他是染发关系，是中毒了吗？其实要分两块，一个就是我们因为用了劣质的染发剂，
或者是它长期反复刺激引起的物理性的接触性皮炎。但是还有一类人，就是我们在门诊看到一个病例啊，面目浮肿，眼睛只出一条缝到门诊来看了，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变应性的染发性皮炎。它呢不是因为刺激引起的，它是对染发剂当中某些成分出现过敏反应。但我每次染发的时候，我都会让那个理发师留这么一小块，对，这个是对的吗？不接触头皮，对对 对，这可能对你减少它发病是有关系的。嗯，那么老人为什么染发？遮白发吗？遮白发，哎，显得年轻一些。哦，对，老年人的那个白头发都是从根部开始长出的，对啊，所以他很难不接触到那个皮肤。所以他肯定会接触到头皮，而且他染的频率可能比我们常见的年纪轻的人啊更频繁。为什么？因为白头发出来的快，对吧？对啊，就是啊。所以老人在临床上见到的染发性皮炎反而更常见一些。像我父亲是，他是天生的那种叫少白头，很年轻就长白头发，然后他染了一辈子。但是我一直听很多报道，就是说不要经常染会致癌，但是他没有其他的，比如说皮炎啊这种反应，那他还可以继续染吗？毕竟它是化学的成分的物质，长期接触头皮的话，可能还有一定的一个潜在的风险。但是您父亲的情况，长期因为少白头一直染发，对，染了这么多年了，他也没什么大变化，那就继续染吧。我倒是建议你回去叫他，叫爸爸不要染。是的，是的，我一直跟他说，非常流行像宋主任这个，你看惨白的，最帅。如果我们因为这个染发已经得了皮炎的话，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哦，这类的皮炎的治疗的话，相对还是比较简单的，脱离接触物，我们不染发，它发病就没有那么严重了。接下去呢，对应性的抗过敏抗炎治疗以后，我们症状就逐步缓解了。但是还有一类疾病，就是我们说的湿疹，在临床上更难治。哦，这个湿疹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湿气而引起的吗？不能用这个完全来解释。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。哦，看上去有点触目惊心 啊，挺吓人的。其实它本质的因素呢，可能还是病性不耐，然后在外界外受了风湿热邪，那么导致它发病。但是你看看当中，是我们最严重的类型，湿热蕴结症，就相当于急性湿疹的一种表现。你看，这个好严重啊，渗出肿胀，还有大面积的痒，非常痒。那么经过治疗，就表现一种脾虚湿蕴。你看，比那个当中类型是不是要轻一些？哦，是经过治疗过。对，这是一种相当于亚急性的，丘疱疹为主的，也会有少量渗出，但反复发了以后，哎，又变成最后一个类型，皮肤特别厚、粗糙，像我们说的皮革一样，所以就叫苔藓样变，它相当于中医说的血虚风燥症，它一溜起来，皮肤就是干燥脱屑，哦，特别厉害。有的时候轻的表现的话，哎，一小块的话，你可能就外涂药膏就解决了。但有的时候中度的时候，皮疹范围比较广的时候，哎，这可能就不能单纯靠外涂药解决了。这时候要什么？内服汤药，外用药膏，内外兼治。尤其湿疹的治疗，一定要及早治疗，千万不能拖。哦，千万不能拖。但是如果一旦已经拖成慢性了，我们应该怎么治疗呢？那么我们把这今天带来的一个秘方放在了我们的魔方里面。哇，还有秘方，我们一起去那边看看好不好？好。本节目是由光明如实冠名播出，纯净如实，珍贵如初。我们揭开第一个魔方。好的，让我们来看看来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就是梅花针。哦，大家看一下，梅花针，它当中像梅花一样。但是这针好长啊，您确定它是用在皮肤上的吗？是的，这是最传统的针具，采用你看这样一个扣刺的方式，使局部的一个淤血排出，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，达到这个作用。那么这个是以前用的很多，但是呢，现在有新的针具出来了，就是这个。这是什么？这个叫滚针。好，我们拆开它，一次性的，所以它一定要密封保存。看一下它这个呢，也有针，哎，就看不见了，对，特别细小，它有不同规格。这是滚的吗？好像它是滚的。为什么以前呢是扣，
力度比较难掌握，嗯，但是稳的话可以根据施术者的局部皮损的一个范畴和一个厚度决定，哎，你怎么滚。比如说这个东西弄一些什么美容液用在脸上会不会破相啊？到底滚针能不能用在脸上？一般0.25毫米就可以用在脸上，我们常见用来治疗黄褐斑，就是涂了以后然后轻轻的用个滚针一滚，它要带透皮吸收的准，吸收好，哎，吸收更好。那今天的呢是1毫米的，做普通的湿疹皮炎，尤其慢性湿疹用的最多的这个类型。那这个平时我们在家里也可以用吗？自己给自己滚也可以吗？一般来说呢，它还属于医疗器械，尽量还是安全一下。我开始以为是剃须刀，我们可以试试看啊，嗯，你感受一下吧。疼不疼？有感觉吗？我给十一，给十一，你真的有皮肤毛病的是肯定舒服的，它就很针对性的，也可以很重的。用滚针滚完以后，涂抹药膏，然后再加上我们的这微波治疗，或者是我们传统的神灯治疗以后，对这种皮损的效果非常好。这个是我们传统用来治疗慢性湿疹的清黛膏，看颜色。这是带激素的吗？这是纯中药药膏，啊，纯中药，它主要的成分就是中药。清淡清热解毒还有凉血散结的作用，所以涂抹在慢性湿疹的皮炎上面，结合梅花针或者是滚针治疗效果非常好，就感觉看上去非常的天然，啊，这个颜色怎么会是这个颜色？颜色是清淡，清淡高，清淡是必然有绿色的，嗯，中凉中药的味道，感觉对吗？我闻闻，嗯嗯呢，是一股天然的茶的那个味道。就是说，我们得了皮疹，平时都可以用这个膏来涂，是吗？慢性湿疹的时候，哦，要慢性湿疹用膏剂，哦，我们有个基本的外用药原则叫干对干，湿对湿。干燥的时候用药膏、软膏，渗出的时候、急性的时候要用洗剂，要用溶液湿敷。对慢性湿疹用软膏结合滚针，这是最好的一个传统中医治疗方法。所以千万不要拖成慢性之后啊，这治疗起来这个难度就更大了，是不是？对对对对对，嗯，刚刚说到治疗我们这个湿疹是要内外兼治，那内部应该怎么去调理呢？说到内治，我们先揭开魔方看一下。好，来看一下里面是什么宝贝。桑菊饮。哦，桑菊饮我知道，在之前节目中我喝过。嗯，据说是治疗这个伤风感冒的，是吧？啊，你看感冒可以用到桑菊饮，对，但治疗湿疹皮炎，哎，急性期也可以用到桑菊饮，对不对？桑叶、菊花啊，桔梗、杏仁、薄荷、连翘啊，加上甘草，这是一个主方。嗯，这里杯里面是我们简化的桑菊饮啊，它里面只有两味药，桑叶和菊花。那这杯这个桑菊饮我们就给朋友好不好？来，好了，我来尝一下。唱了一段戏，嗓子应该觉得渴了，对不对？来。润润嗓子，嗯，很好喝，没什么奇怪的味道，没味道。桑叶菊花它本身是清凉发散的，就像这段时间天气暑湿的时候，对，很湿，这两天可能会有点痒，身上有点发小的湿疹的时候，哎，用桑菊饮喝一点这个，以茶代药，所以你吃个一周多，甚至两周左右，差不多了，它是凉性的药。喝多了以后胃也可能有一损伤，哦，但这个比较天然，其实像比如说宝宝啊孕妇什么的，是不是也可以喝呢？对对对对，加点金银花啊，煎汤以后外洗，可以治疗宝宝的皮炎湿疹，尤其是前面说的奶癣。明白，这个效果就更加了，对吧？对对对对对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三个小妙招又是什么呢。哇，九宫格，这个就是治疗慢性湿疹常用的一个方子，养血润肤饮。哎，听这个名字就特别感兴趣啊，又养血还润肤。红花，这是里面所有最贵的药喽。哦，天冬药，又叫天门冬，养阴的药。这个呢，麦冬大家应该比较熟悉。这个呢，当归。这就是老母鸡汤的味道，当归老母鸡汤就这个味儿。煲汤的时候经常会用到。养血的肾药。这里面有两个，颜色相对褐的是生地黄，这是经过秘制的制炼过的熟地黄，一个是生地，一个是熟地，一个是凉血，一个是养血，它两个是合在一起的不同制法。这个看着像杏仁果仁，哎，不是杏仁啊，不是杏仁，桃仁，桃仁，这是活血的润肤的，这个大家都认识哦。对，大枣，养血的
这是什么？补气的很重要的一个药。黄芪啊、最后一个很重要，这是什么？祛风止痒的地肤子。地肤子我头回听说，一个小籽，但其实你在路边都会见到地肤子开的草，特别漂亮啊。这个地肤子我是第一次听说啊，它里面有一个肤子，是不是就是养肤的呢？对，在皮肤科用的比较多，主要是祛风利湿止痒的一个药。哦，所以这几味药其实都是润肤养颜的。对对对。那像我们平时日常生活中保健的情况下，是不是也可以喝点？不建议大家再回去自己长期服用。好，您刚刚说的给我们说的是一个养血润肤饮，那还有什么样的妙招教给大家呢？在皮炎湿疹里面，尤其面部皮炎当中用的比较多的中药面膜法，我们再看看大屏幕一个短片。中药面膜来。中药面膜法，首先使用喷雾清洁面部，舒缓皮肤，在脸上轻轻涂抹配好的中药剂，略干后用无菌棉遮盖眉、睫毛、唇红区，盖上桑皮纸，取石膏粉约350至400克，用温水调成膏状，均匀涂于面部，厚度约0.5至1厘米。石膏面膜会持续发热，以促进皮肤对药剂的吸收。约20分钟后，待面膜凝固冷硬后取下，每周2次。中药面膜法呢，还是一般在医院里操作的，但是我可以介绍大家一个更简单的方式。如果针对面部的轻度的皮炎，我们可以用到家里常用的一东西。什么？这个有的，家里都有的。本节目是由光明如实冠名播出，纯净如实，珍贵如初。如果针对面部的轻度的皮炎，我们可以用到家里常用的一东西。什么？茶叶。茶叶、这个、有的，茶叶有，家里都有、茶叶有，但是要分绿茶还红茶的。建议用绿茶啊，那一般6到8片的绿茶叶，然后泡半杯的水，把茶叶滤掉以后，这半杯水静置，等它凉了以后，用4到6成的纱布或者用面膜纸敷在这个局部，它能起到一个舒缓过敏的作用。茶叶当中有茶多酚，有茶叶素啊等等，它都有抗过敏作用。所以这是你唾手可得到的抗过敏的外用，而且性价比很高的，性价比高，谁都可以。对，如果就是比如说你出去啊，春游了以后，突然晒了以后脸上有点红，我这晒伤以后局部有点红。用茶叶水是冷敷、这个、非常好、这个绝对带回去，马上带回去，我自己也学了，试试看，我太太也学。当年您在拍戏的时候、如果有这样的方法、是吧、那就好多了，解决多少痛苦呀。好，今天呢非常感谢宋主任做客我们的名医话养生，也谢谢我们的两位健康分享员。那对于皮肤上的痒痒痒，你们是不是知道应该怎么样去应对呢？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健康常识呢，可以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东方卫视名医话养生。好了，今天节目就这样，非常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